主料胡萝卜、肉片、青椒少量，辅料食用油、酱油、鱼露、生粉少量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制作步骤：一、食材胡萝卜、肉片、青椒、甜椒、菜椒、大椒、灯笼椒、狮子椒。辅料食用油、酱油、鱼露、生粉。21、肉片洗净后挤干水分，装入碗中，加入食用油、生粉、酱油。2、用筷子将肉片和辅料搅拌均匀，静置腌渍10分钟左右。3、炒锅置于火上，热锅后注入食用油，大火烧开油，放入肉片快炒至不见血水溢出。4、熄火，铲出8成熟的肉片装入容器里，待用。35、利用腌渍肉片时间来处理胡萝卜，去皮，洗净，切丝。青椒丝是先前切的，并刚才炒肉片的油锅，再置于火上，大火热锅后放入2丝，快速翻炒加鱼露调味。7、青椒丝、胡萝卜丝炒至8成熟时，放入肉片一起翻炒均匀。8、熄火，装盘，进相机。注意事项：注胡萝卜煮切，胡萝卜为辅，所以二者最好不要同时。青椒，眼睛患者、食管炎、胃肠炎、胃溃疡、痔疮患者应少吃或忌食。同时有火热病症或阴虚火旺、高血压、肺结核病的人慎食。1、肉片洗净后挤干水分，装入碗中，加入食用油、生粉、酱油。2、用筷子将肉片和辅料搅拌均匀，静置腌渍10分钟左右。3、炒锅置于火上，热锅后注入食用油，大火烧开油，放入肉片快炒至不见血水溢出。4、熄火，铲出8成熟的肉片装入容器里，待用。5、利用腌渍肉片时间来处理胡萝卜，去皮，洗净，切丝。青椒丝是先前切的，6、刚才炒肉片的油锅，再置于火上，大火热锅后放入2丝，快速翻炒加鱼露调味。7、青椒丝、胡萝卜丝炒至8成熟时，放入肉片一起翻炒均匀。8、熄火，装盘，进相机。烹饪技巧：注萝卜煮切，胡萝卜为辅，所以二者最好不要同时。青椒，眼睛患者、食管炎、胃肠炎、胃溃疡、痔疮患者应少吃或忌食。同时有火热病症或阴虚火旺、高血压、肺结核病的人慎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